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节目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要来谈一谈为什么要往生西方，而不往生东方呢？常常听到人家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可是为什么就没有听人家说要往生东方什么世界去，或者是要往生南方，或者是北方的世界呢？西方真的那么特别吗？极乐世界为什么在西方呢？ 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这个问题的确是很有意思的。为什么大家要到西方，而不到东方，不到南方，不到北方呢？在我们中国的禅宗有一部叫做《坛经》的，也是六祖大师讲的。叫做《六祖坛经》里面说，东方人 希望求生西方，那西方人那求生什么地方呢？这个的确是问的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们从佛经里面看到的，实际上啊，西方当然是有佛，其实呢，十方都有佛，而且呢，十方啊 都有无量的诸佛啊，过去有，现在有，未来还会有。过去的佛已经涅槃了，现在的佛正在说法度众生，未来的佛还要成佛，还会出现呢，无量的诸佛。是哪里十方呢？就是东南西北方。 再加上呢，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，还有上下，合起来就是十方。每一方都有许多的佛，在他们自己的世界度众生。在一个世界，同一个时代，只有一尊佛是他的教主。 我们这个地球的世界的教主是什么人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他是叫做娑婆教主释迦牟尼佛。诸位一定也听过啊，东方有药师佛，他的世界叫做琉璃光净土。西方不仅仅是有阿弥陀佛。 有啊，还有无量香佛、无量光佛、无量断佛，还有香光佛、香明佛，许多许多的佛。有多少佛呢？有恒河沙数的佛，就是西方有恒河沙数的佛，东方有恒河沙数的佛。恒河是印度的一条河流。 那个河里边的沙是很细很细的，它那条河流的长度长过于我们的长江。那里的沙的数量有多少？大概就那么多的呀，世界有那么多的佛，所以不一定能仅仅只有啊，西方只有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。其实每一个佛的世界 都应该叫做极乐世界，并不就是阿弥陀佛的世界叫做极乐世界。而且呢，十方的众生所向往的佛国净土啊，以个人的因缘不同啊，他们就是到不同的世界、不同的净土去亲近啊不同的诸佛。 还有佛与佛啊，他们虽然个人有个人的呀，自己的净土，可是呢，佛的神通与佛的慈悲，虽然在每一个众生所见到的他们的世界不一样，可是佛来讲的话，佛佛相通，佛佛相同。 在西方的阿弥陀佛，
认为要经过我们这边呢，有十万亿个佛土，也就是说十万亿尊佛的世界，在西方，还要往西那地方有一个极乐世界，那就是阿弥陀佛的世界。可是我们在地球的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跟我们呢相通的，所以这样念阿弥陀佛，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很快就能去，距离很短，刹那之间呢就可以到了西方极乐世界的。这个是呢，说是有距离，事实上没有太大的距离。我们在想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特别介绍西方的阿弥陀佛给我们？因为阿弥陀佛的愿力广大，而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，惰性太强，疑障太重。本来学佛啊，要成佛呢，是以自己啊修佛修慧，就修福德修智慧，满了就能成佛。可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呢，习性太重，怎么样子都不愿意自己修，怎么样子自己信心也不够，时间也太短，所以是呢，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我们呢，说你们这些啊信心不足的人呐、啊，善根不够的人呐、啊，可以求阿弥陀佛来接引，因为这一尊阿弥陀佛啊，他发了愿，说凡是愿意生我净土的人，不管他有没有善根，有多少善根，不管他是不是啊，怎么样，只要他愿意来，我一定啊会救他去。所以呢，只要念阿弥陀佛，就能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仗阿弥陀佛的愿力往生西方，而不是呢靠自己的力量往生西方。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啊，听闻佛法，在那个地方呢没有太多的，根本没有障碍，所以很快呢就能够把信心呢奠定起来，然后呢就可以啊再到这个娑婆世界，再到啊其他的凡夫世界度众生行菩萨道。所以生西方，这是啊很好的一条路。